饭前来两条。一定要细嚼慢咽啊！我吃喝羊汤。来讲讲。来。好喝。羊肉馅饼。你看这个呀，把那吃了吧，都给你白白的，白白的沫儿。那这有点辣呀。白不辣。这不辣。白沫儿。白色的沫儿。好不了。果冻怕一发酒活啊！我吃了一个多月了，每天我都吃了很多很多东西，很管用。然后你不会吃的可不会吃的情况下，客服来找二人呢，二人告诉你们怎么用，怎么去调。